Diimin, jangan masak. ジョンカニさんもこんばんは。ファーレン好玩吗？ファーレン是刚刚到，刚刚到ファーレン。声がなんか曇ってる。え？なんで？为什么？え？为什么？现在也有，现在也是吗？为什么？スタンド壊れたの？不是因为我在朋友的家，他家晚上好，晚上好，小东，小东，晚上好，勇哥，晚上好，ミレ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ね、この角度やばい。そうそう。後ろのピンクのがミレちゃんにとってはありえないよ。なんで？大家晚上好，来来晚上好。情节配镜不太一样，那为什么情节不太一样？大家觉得呢？刚刚我讲，黒と赤しか好きやないやん。え？黒が好きとか言ったことないよ。我没有说过喜欢黑色，我喜欢白色跟红色，不是黑色。早就知道了。友達の家に配信する。はい。え、谢谢谢谢真的新主管。耶，谢谢。海里的鱼。晚上好。そう。メイリンハオメジャックさん、シ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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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ャックさん、グザグザウェワさん、今日の服黒やのに、そう、对，就黑色的衣服好多，黑色跟白色的衣服好多，谢谢勇哥的我来签到，没有，这个梅林上鞋，哎，那个什么，奥短的吗？TDB Festival だな。レイタン、ワンサンホー。怎么念ファンユー、ファンユー、ワンサンホー。今日もかわいい、すごく。ありがとう、シェシェニー。シェシェヨングダ、乾杯、チッチョー。ハンクアイ。黒がカニかまれず、相当、やばい。あ、シャンシャンだじーる。シャンシャンだじーる。あ、アオチャオだじーる。シェシェトモさん、フシャオとツボジェ。TDB フェス、やっと全部だよ。どんな感じ？レイチがかわいいでしょ？シェシェトモさんの半数、ジーピー。セミナーさん、わざはお、クロ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クロ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レイダー、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今日は30分頃に見えます。あ、本当に？不会念及。不会？不是吗？及而。及。好難、好難。ミレちゃんどこやった？左端の後ろから2列目。そうなんよ。本当はね、一番後ろやったけどね。MB の時に前にさせてもらった。一番可愛いか？多分俺のみやびちゃんです。あ、对、我今天拿到みやびちゃんと T-shirt。可是不知道谁给我。チリチリは来ないか？え、来ないの？わさも、チリチリさん不是今天可以看吗？可以看我吗？ヘンリー、晚上好。クニオファン。クニオファン。晚上好。いや、やっぱり俺のレイチ。何？ヘスだま？对、ヘスだ。あ、对、因为、だから、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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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字米亚比的。我只是想问他有没有来，他没有来，因为我刚刚开始，还没来。谢谢可尼奥换的玫瑰，谢谢。什么什么什么手？这个问话比较像是他不会来吗？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YouTube の動画、YouTube の動画もね、6月、あ、本当に？やだ。真的、我是会紧张的时候、不会讲中文、就想不到、讲不出来。对、我的不好的地方。谢谢レイダーの玫瑰。でも俺のミレちゃん、ありがとう。谢谢ヨング。もう今後チェックしないよ。なんで？して。して。今日は黒の服。我緊張的時候也講不太吃住。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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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所以、我是跟黄师们、还有跟朋友们已经什么习惯了。所以、不会緊張。但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对公司人讲话的时候会紧张，所以讲不出来中文。没关系，我紧张的时候讲台语。为什么？你讲台语。安安。緊張することあんまないかな。え、すごい。どうしたら緊張しないんだろう。今日の配信10時まで？今天是10点半。对。今天是10点半。应该。晚起。今天是到4点半。对。我记得4点半。大家晚上好。美丽下礼拜开始就要一直练习了呢。嗯？什么练习？待って。下礼拜开始就要。ラッキー、みやびちゃんの配信は10時間。本当？那可以看我吗？看我的直播吗？もやちゃんがみれちゃんの配信見に行かないでって言ってる。おやそも。おやそも。それでも来た僕どう思う？ありがとう。大好き。メリン台北で、え、真的吗？天天。为什么？有没有地震？え、我知道日本应该今天有地震。是吗？ニヤニヤしてるやん。没有。不是要ミニライブ了吗？ミニライブ？あ、对、对。我是、什么时候？秋月。22吗？晚起。他家要来吗？他家秋月。我晚起什么时候？晚起。もちろん見ます。マユミレってファン争い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そんなことない。仙台から横浜でいる。ええー、やば。中ごとに、わいそもたちゃびじゃつだすわ。せいせい。な、ちょうえすぐん。二十二。好。な、希望たちゃ要来ちょうえすぐ。はいす、二十二。也可以。なに？そもら？そも？我要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東京もまあまあ揺れてた、怖かった。怖いの？大丈夫？
给奶奶送楽しんで、楽しんでください。我刚刚家里跳的，可怕！我其实我昨天晚上一直一个人，因为奶奶在花莲，所以如果昨天的话，我会哭，很可怕。明天早起上班，奶奶早点睡，不能陪美玲到下午。好的，谢谢雷丹。没关系，所以网路突然断掉。啊哇啊！哎，是几点的时候？我在火车的时候，也就是网路不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不会用网络，是因为地震吗？配信ちょくちょく止まるのこっちだけ？なんで？为什么？わかんないな。我家上礼拜三也停电。不要可不对，是礼拜三耶，真的吗？很可怕，因为大家都在开冷气啊，所以会停电。俺の四押しメンバー一緒にパフォーマンスする。嬉しい。見ないけど。俺の四押し。あ、そっか。啊，对，我是跟Mia比江还有琪琪跟小弟一起表演，那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本来什么就不好。喂，晚上好，奥萨卡桑，晚上好，铺田，晚上好。谢谢勇敢逆战的追踪。那大家晚上好，我是 AKB48 Team TV 严重顺的小三美丽，我是日本人，请大家支持我。我就在。晚上好。こんにちはじゃなくて、こんばんは。今レース見てるからもう5分。大丈夫。有什么好吃的吗？我朋友盼我吃咖喱。好吃。谢谢トモさんのキスジュジュ。ワイン飲みながら冷房着ながらレースに優雅な午後。いいね。我也会花绿是老表美玲练习也叫好的，那我回去花莲的时候要好好回去台北就我要好好努力练习，因为我上次的那个表演的时候，那个第二次粉丝见面会的时候，我有点跳错了，对，那很后悔，因为我的练习还不够，所以我要好好努力练习，然后希望不要跳错。みれいちゃん、あ、ちりちりさん来た。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要練習到回到家、马上就睡觉。累到那种啊，对，应该是会，我会睡觉。啊，可是下礼拜嘛，下礼拜我妈妈回来，妈妈来台北。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啊啊，美丽耶，晚上好。我知道美丽很期待，期待，对。跟大公晚赶快回家看美丽，辛苦啦，辛苦啦，吉里吉里さん辛苦啦。K 君，晚上好。美丽讲，今日眉毛干嘛干？其实不是，因为就这眉毛是我的眉毛是。早上的时候画的，所以现在就没不见，我的眉毛不见了，我的眉毛不见了，なくなった眉毛なくなっちゃった，眉毛ないな，いつもと雰囲気違いすぎて，どっちが好き？どっちが好き？私の義理の母、来週台湾を行く。お、本当に？最近台湾很人气，大家都想来。哇，妈妈要来啊！对，我妈妈要来。应该妈妈是最期待。且跟我见面，美丽倩倩的背景不太一样，因为前年我在花莲，耶，第一次来花莲，没关系，我没有粉丝什么劲，又把美丽画上去了。谢谢大家。でもメイク薄い方が可愛いと思う。本当に？真的吗？那我不要就眉毛不要太浓，画太浓。美丽要记得跟妈妈讲日文哦，我知道。知道，我真的会，就是跟日本人讲话的时候会讲中文，然后跟台湾人的朋友的时候有时候会讲日文，然后大家都说不要讲日文。草莓酱晚安。友達出演しないの？ダメなの？出演好難じゃ。出演はしないですね。谢谢ザメちゃんだ。Love you. 去華蓮同學家玩哦。对，今天刚刚到華蓮。幸好那些都听得懂，啊，对，还有我要努力英文，日本語なのに。So, 我期待，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花莲的海边，还有，我想去保龄球。友達の親にちゃんと挨拶したよ、ちゃんと。でも緊張するよね、やっぱ初め。
緊張するよね。因为会慢慢教你。好的，我先要学中文的。英文等一下再说了。嗯，对，七星什么？帮我一定要去，这是什么？お邪魔されますって言われた？言われないよ。だって中国語やん。わからん。七星坛。七星坛是什么？那是华联的。嗯。知名海变。我不知道，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哎，是可以玩水的吗？可以有壁纸吗？花莲的どこら辺？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哎，花莲，どこ？花莲是在哪里？わからん。どこやろ？不知道。湖か。そっか。应该可以吧，我记得。地図見れよ。見れだけに面白くないから。台湾的右边。台湾。然后这里。嘛。这是台北。这是台中。然后这里吗？我也不知道。地図か。ないな。没有。花莲是跟我爸一起去啊。美丽西方海边玩，对，喜欢。哎，等一下我，这个，我拿到了这个，很可爱的。看不一样的脸。いつもよりファッション控えめよね。え、控えめかな。え？ファッション控えめ？どこが？那都到华联了就开心去玩。今天交给同学应该不会让美玲失望。期待，很期待。我喜欢看海，我是喜欢玩水。クマ？そうだよ。キラキラのアクセサリーつけてないところが。え、キラキラじゃない？可是我真的不太去来台湾就不太用耳环。それいつもより控えめ。本当に？わかんないな。控えめだって。双哥比较好摸。对。可是感觉是夏天的，可是看不一样，脸不太一样。可爱，谢谢吉利吉利桑的礼物。熊。身も全然違うね。そう。真的、这个熊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是一样的公司吗？我不知道。美玲要办大是吗？没有，还没决定。那他家要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培哥，晚上好。他叫什么名字？叫整个为什么？そのクマちゃんなんで因为喜欢他们，我喜欢他们。
就我很喜欢他，然后他是新的朋友，新店来的，对，所以一起睡觉，睡觉的时候一定要一起睡。是说华莲妹妹在直播间吗？美玲想问谁叫给你？她不是，他们是茶厅，可是应该有看我的直播，不知道。刚刚有看我的直播，每月さん、夜風、每月さん、晚上好。全然変え、友達って大きい小さい？何が？身長がですか？歌天对，何か想像に任せるよ。ちょっとわかんないですね。ポチタ。大吉尔。这是什么？鱼子，とぼけてるな。わかんない。不知道。好，让他们睡觉。华人是海边，还有一家什么？哪尼肉？什么肉？好吃耶！不过人好多，我不想要好多的。饿了是什么？一緒にお風呂入るの？不要，入らないよ絶対。是华联吃着怎么看起来像是朋友番茄？看起来像是朋友番茄，就是对朋友的番茄。入らないのか当たり前。ガチオか。ああ落ちたらガチオか。不太吃，因为后面有海报。看得到吗？还有那个，这是台湾的连机的感觉，这个不是跟日本一样的。友達にも挨拶したいんだけどな。いないんだな。美玲有去照英爵玩吗？没有，可是我有跟他们，他说，我想去保龄球。啊，就，忘记怎么念，什么林？我知道这个歌手吗？可是我。不知道。ナーティエカフェ、ワンサンハ、冷房キバンデル。いや、なんかもうそういう色。台湾のあるあるだよね。ジェ、ジョジ、レン、リン、ジェ、リン。から。この曲昔結構聞いてた。是在台湾很有名的歌手吗？琴键不会换音乐，所以的音乐没有生气。连机结冰的意思吗？不是。做了豆浆机子。没关系，谢谢。いろんなとこで結構有名だったけどな。そうなんや。へえ。不太听。
还有我的我想要在这里要打洞吗？なんとかなんとかっていう曲が一番好きやったかな。わかんない、聞いてみようかな。今は聞けないけど。ピアス？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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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やおやおやだおどん。リンゴさん、晚上好。リンゴ？リンゴさん、晚上好。晚上好。こんばんは。不是已经打过了吗？有，可是我想要就在这里。想要，这个音乐也有打。最近很多人有打，最近是佳丽，还有，音乐，还有兄妹也是。超哥，谢谢送我可爱海龟，什么？谢谢。到我哥的，对我哥，对对对对，我想到我哥。谢谢勇哥，谢谢勇哥的礼物 ，kiss you。米娜有吗？哎，我记得没有，应该。我记得没有。好痛哦。还可以，我也怕，我有点怕。美玲，我等下差不多要离开了。啊，为什么好痛？我不敢到耳洞。我也是，我其实我来台湾之前，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我绝对不想打耳洞，就是不用也有很多可爱的耳环，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很痛，很痛，很可怕。可是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日本的高中生不能打耳洞，但是台湾是可以。所以我想要ピアス開けない事務所で多分確認しなくていいと思う。みんな開けとるけんね。なんでだろう、为什么日本不能打耳洞？可是为什么台湾可以，国中生也可以打耳洞？耳洞吗？打觉哥好可爱，觉哥好可爱，怎么突然觉哥好可爱？他很可爱。ピアス開けるとなんかイメージがね、っていう先入観だよね、やっぱなんか。是日本人的先入観。其实以前也不行。欸，真的吗？那什么时候骗可以？僕は別にいいんだけど。学校がダメだったね。謎だな。エミリーも知らない全然。大学生ですか？エミリーさんは大学生かな。インジュエさん要粉丝叫杰哥，美玲以后也改叫杰哥吧。我是在跟粉丝们讲话的时候会叫哥啊，杰哥有时候会，可是我不行，因为我想叫欸爸爸，对，所以他叫欸爸爸，我叫他欸爸爸。日本？そう、日本。打耳洞应该也不痛吧？承恩先生再来报告。エミリーはニートだね。そうなの？
イドルじゃなくて国風じゃない突然の思い。好，美麗想要的话没关系。そう。你要的吗？可是朋友也可以。美麗会浮干了吗？没有，我没有会浮干。我想回，我一直想跟一直跟妈妈说，我想回这班，我想回。然后有可能啊，妈妈说下礼拜可能会可以回这边，可是，结果是不行，不会回这边。嗯，また今月博多行くいいな行きたいな请继续讲エバーバーとエバーバーエバーバー違うユバーバーみたいエバーバーエバーバー啊这个角度真的好好累因为太下面好累うん。何これ。美麗ちゃん就好了，不用。好。我也可以叫英姐 A 爸爸吗？可以。A 爸爸。A 爸爸。可是我觉得粉丝没叫，粉丝没。是杰哥，我觉得很好笑。友達よく部屋貸して配信させてくれたね。嗯，ありがたいですね。我什么？固定继续叫杰哥。这次杰哥是谁开始叫的？谁开始叫的？好可惜，不过今天才有联系的环节呢。哎，对，很开心，很开心。Kevin Dan， 晚上好。你好，你好。好像睡觉，这边是哪里？这边是在华联的，在华联的我的同学的家，同学家。明天我就叫他艾爸爸，真的吗？真的吗？艾爸爸，今天好热，好热。美麗今天去哪里？今天是我有去公司，然后在现在华联，刚刚到华联。Tom 桑 ，Kevin， 哎，海晨的去华联了，对，好开心。我可能是八号回去呢，七号、八号，对。みんなずっと聞くからおでこに友達の部屋だなって聞いたの嫌だよ。ほいや。メリンプヨンじゃ、メコアンシー。我去準備一下要睡了。メリン晚安、大家晚安。好、レイタン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じゃあよ、明天上班。バイバイ、谢谢。我都叫英爵、英爵、叫爵哥、我还要爵子。手机还没起来。这个什么英爵的爵吗？是，真的没有。台湾人也。一开始不会念，什么？什么时候回去？秘密啊，好的，好、哦。
啊，我朋友们来看直播，比较少看到的字，比较少看到的字，哦，对，很少见的字，诶，这个少见。真的每次都上课的时候，老师填名的时候，那你过来这是什么？谢谢送我很可爱的礼物，很好笑的礼物。什么？对，填名的时候他叫，老师也不会念他的名字。其实我的小三的名字也是念化有两个，所以我的名字是很少见，很少的，所以我也会这样过。谢谢宇宙的新职工，耶！说国文老师不会念就好笑，应该不会念。我记得有会念的老师没有，第一次大家都不会念。我也小时候老师不会念我的名字，所以很尴尬，然后越来越不想讲，所以我不会讲啊，我说什么？我不会，没事。我一段时间以后再知道是欧亚嘛，对，大家都说阔亚嘛，对，不是，我说我讲我是欧亚嘛，可是大家都觉得我是，因为马友也是还是会讲阔亚嘛，可是有小张，你这个代表人耶，真的吗？可是什么？会啊嘛是比较多，对，会啊嘛是真的很少，在身边是有身边吗的一个很小的地方有这个名字，国伟老师不专业。可是，是不是？老师尴尬，我也尴尬。谢谢送我枫叶更新之光，谢谢你们。僕の名前も大体先生4面から毎年自己申告しないといけなかった。ジョンスケ、ジョンのすけ、ジョンはどういう字やろう。ジョンはないね。マヨ君に不太そう。为什么？嗯？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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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现在很瘦，很瘦，瘦瘦。あ、ミミジェーナさん、晚安。の、原本也姓、オヤマ。他是念オヤマ吗？是吗？还是コヤマ吗？本名の話。本名ジョン、ジョン、ジョンじゃないの？ジョン、ジョン太郎みたいな。ジョン、ジョン、ジョン太。对对对对，是我的什么？我的名字是没很少，发音是我的名字的发音是很少见的，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老师说小山さん小山さん，
我觉得很尴尬，很害羞。違うか。晚安メリー。ポケナカさ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やっほー。谢谢送我玫瑰。还有说谢谢送我キス啾啾。まあ教えないけどな。当たったことある？我的对姓的塔吉吗？塔西吗？所以也是一直撇的。哎，塔西吗？塔吉吗？可是塔西吗？塔吉吗是还好吧？没有，不是吗？塔吉吗是寒爽吗？我也不知道。塔吉吗？塔西吗？他自己说很少啊，对，所以，오다도도다아요아对，诶，日本为什么好多好多名字？台湾是大概一样，这是什么姓吗？不是愧愧吗？好多大概有决定，就可是这边好多，然后不知道的也好多。ドアホのミレだって好久不见。TTP 最少见的你的姓应该是郭吧？应该是郭也没有吗？真的吗？可是如果把原住民算进去也是很多。是原住民的名字不是一样吗？不太一样吗？400多个，好多，好多，这么多。美玲跟谁去华联？我吗？跟同学，对，我学校的同学，一起去，不一样哦。好多。姓郭的人，我从小到大就只听过一个。真的吗？台湾有很少国姓吗？不知道。日本なら最近はキラキラネーム、キラキラネームはね、もうわからんよね。でもキラキラネームに会ったことないかな。例えば何がある？あのピカチュウとか以外で。原住民取名字的话是跟北欧人很像。怎么样？我也只知道一个姓郭的。真的吗？那很少。哦，ビビアン。可是ビビアン，我觉得でもビビアンってなんかキラキラネームな感じしない？なんかビビアンってなんかねえ、なんか日本人じゃないだけって感じ。我高中的国文老师姓怎么念？然后两个字，可是不是日本人吗？两个字。海猫的角色名字都乱去。坂井美玲，美玲，美玲，晚上好。
生土，哇，好难。生土，小弟的姓叶很特别，小生弟子，可是他是关东啊，不是关东，香港人，所以香港也是一样吗？不知道，我看看，原住民的取名话是小盒子，小，怎么回事？这个有点难，不知道。四雅的姓倒是都是，四雅是钱，钱是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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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来自中国，啊，好难，这回的是王个姓，好多好多，真的吗？可是好多是那个 Tanaka 跟 Suzuki 还有 Sato 之类的。再就是小三的姓有多吗？小三是欧亚马的话很少，就在熊本 Kumamoto 的一个小小的西的那里都是西城市吗？有欧亚马的名字，但是很少，其实很少，没有很多，欧亚马是没有很多，欧亚马是应该有。讲中文的姓都差不多。是呀，台湾有好多好多。权力暂缓和最多人姓，还有那个呢，零还有丸，不是有好多吗？是中国派换的名字，没人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我看来，Honda もいっぱい。对，Honda もいっぱいだね。Honda もたくさん。姓钱的，地多。这个钱是好多。就是我觉得什么那个台湾的名字，难道台湾的名字是钱？欧亚马可以不？多分両方あるよね。そう。でも欧亚马は少なくて、みんな絶対に読めない。みんな読めない。いつも間違えられる。林もいっぱい、林もいっぱい。不是吗？我觉得那个林也好多的感觉。没关系，以后再说好了，不然绿色课好多。帅哥，晚上好。这个跟台湾历史有关系。啊，金吉思汗啊，我知道，金吉思啊，不是这个吗？ジンギスカンとジンギスハンって何が違う？ジンギスハンとか言ったっけ？ジンギスカン。タンタタタン。懐かしい。好な。没关系。你说好多有姓陈做。真的吗？就是我下。啊，暑假的时候要复习历史，所以very cool, very cool。不是，very cool，不是。
美丽之豆的话简单多了，因为我喜欢丽士，所以大概知道，对，好，不是什么，知道好多的历史，可是我有点忘记，因为国中的时候很喜欢，可是现在都没有看历史的。国中的时候真的一直一直学，一直看历史的课本，然后历史的电视也一直看，然后我爸爸也很喜欢历史，所以跟爸爸一啊，爸爸常常会教我历史的，很喜欢。我上日文课讲中国都是用钱，哦，真的吗？钱里还江蔡姓是台湾一胖的人物，哎，真的好多，嗯。蔡雅恩，还有蔡一楼，还有钱四呀，林杰，哎 ，TDP 有黄的名字吗？蒋是画画，日本で言うと佐藤とか、佐藤とか鈴木とか田中とかかな。でも意外と。ね、历史很有趣，对，我也觉得很有趣，很喜欢。蔡依林，蔡依林，ベリーコーブがジンギスカンを題名にする。そうなんだ。我不知道。金，この歌，这个是应该很有名的歌，不是ベリーコーブさんの。我不知道，可是应该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田中美久さん、藤井とえも、え、藤井って珍しいかな。藤井は意外とよくいるような気もしなくもない。いる気がする。どうなんやろう。なんか藤井っていう名前でなんかいるって感じがする。台湾新国だよ。こうだ。205人。哇，是好多吗？藤井なんて知らない。え、本当に？真的吗？藤井の藤は佐藤の藤だし。いや、藤井はね、聞く気がする。わかんない。なんだろう。うん、だ、友達にいたからかも。あなたの番ですよ。よ、藤井ら。对对对对对。对，あなたの番です。也有。对，藤井是我觉得好多，没有好。可是我觉得有，不是很少的感觉。藤井多不多？藤井，我觉得现在不多的感觉。嗯，银子 TT 台湾有那个地位持有，哎，很少很少很少，很少2400万人，很少。あなたの番です。大家有看吗？有看过了吗？很好看。海面，海面吗？タワグ晚上好。マイちゃんさっき配信見に来た？来てないよ。来てないよ。没有，美丽晚，桃花哥晚上好。哎，其实我也没有看，还没看，还没看，因为最近我都没有看银变。啊，几个了几个了，对，最近都没有看银变。不想看，哎，我还没看也没关系。老师说日本新土道本大都没听过，
欸嗯，中文是真的好多。啊，昨天没有见你说起来，你就对牙打哟。那还好，我还没看也没关系啊。对，又来了，我对，参展会，参展会事故。你干嘛要一起直播这个？哎，有吗？有空吗？有吗？没有。晚期。藤井さんと小山さんっていう謎コンビよね。謎ですか？でもミレマヨって謎じゃなくない？我们来比谁谁先看吗？应该チリチリさんは先看。ね、暑いよ。寒冷。嗯，我说文哥啊，不知道，わからん。ハローハロー、あつし小岩さん、こんばんは。日本人かな？こんばんは。是你先看。虎二妈斯，还是我先看冷涛你，那才能先看。还不知道对。哎，这些那我还不看，我五年后看，五年后看。日本人们，日本人们嘛么？日本人メンバーもうちょっとまともなのが欲しかった。それはだってね、日本人メンバー受けたのは4人しかいなかったの、オーディションの時。そう、でもそこでまああの本田ゆずかちゃんは、あの本田ゆずかちゃんもか、でも本田ゆずかちゃんはなんかハーフだけど、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ちょっと台湾って感じやん。でだとしたらなんかもう純日本人ってのが、マヤリン族民族上含有台湾感、台湾感。え、マヤリン族、あ、对、就什么マヤリン吗？在日本的话，就是マヤリン是真的最近的名词的感觉。可是。在台湾觉得，在台湾嘞，台湾是就很之间的那个，所以，なんかね、みんなからさ、よくもおばあちゃんって言われる、やだよ。所以我万一我都有时候叫我阿妈。嗯，那我也五年后不要，不行。僕も受けに行けばよかったよな。我想看你的，なに？薄に味だわら。薄に味わら？なにこれ？这是什么？薄荷物、薄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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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だ、わからん。なに？そうそうそう、もう。ほなさんまだ TTP に、そう、活動休止です。台湾有一個、台湾是很多的感觉。这次的什么叫我有日本的信息啊，我很期待二级生吗，二级生有没有日本的啊，明多级，明那你个明多级，诶，那你
何がミント味？谢谢ミミジェナさんだ。理由、単管版吗？わかんない。マリンズミント在台湾真的很有有おばさん感。对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他就会说欧巴桑。隐官隐官谢谢。怎么突然期待了？さっきの読めなかったやつ。ミントミント味の笑顔が見たい。待って待って、ミント味の笑顔って何？ミント味の笑顔。ミント味の笑顔は何？ミント味の笑顔ってどうなのですか？おー、爽やかって意味か。爽やか。3、2、1。よま？おー、ミント味。爽やかな笑顔。夏って感じの笑顔。あ、わかんない。好難、好難。没有、没有、没有。ミント味なんて読むと？那个是怎么念？怎么念？那会，哇！不要笑惨。歯磨き粉の味？え、そう、歯磨き粉。ね、マジで歯磨き粉だと思う。我觉得ミント是真的那个刷牙的那个的味道。怎么念？刚刚的ミント是怎么念？中文。美丽要到演员，爽やかでしょ？チョコミント、歯磨き粉とチョコの味って感じ。青が青かな。爽やかでしょ？よま？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ふざけてないよ。夏の太陽にも眩しい笑顔。夏の太陽にも眩しい笑顔。小时候美玲测名字给美玲的奶奶更适合。薄荷味。什么刚刚的不行吗？刚刚的不行吗？不行吗？刚刚的不行吗？薄荷味可以。好高かな？爽やか。シーブリーズの CM とかね。我想睡觉。好想睡觉。肚子好饿。大家还没吃。大家今天吃什么？有吃吗？めちゃくちゃ汗かいた後に冷えたドリンクガブ飲みした後の笑顔なんか。スポーツドリンク出た。有去华联的夜市吃东西吗？没有。因为我今天来花莲还没去，应该改天去吧。应该啊，我不行，我会胖哦。我也还没吃晚餐，他说要吃碳式会片棒，有不能走对，这么贵咯，好好哦。我也想吃，等美玲结束之后再去吃。吃什么？叫你同学明天带你去。
好，ミリオンアーチナリ。はい、落ちた。それはカンニングして捕まったのに、言い訳しよう、何も浮かばないときのやばくない？日本没夜市。对，日本没有夜市。嗯。对，没夜市耶。什么？日本有夜市吗？没有。なんか朝、朝もないよね。早上的夜市没有。同学要帮你拍很多很多照片。好，我叫同学。啊，对了，我有去海边那个。从之后，哎，八月一号，我那个跟同学一起去，在淡水的海。那里是可以玩水，然后很漂亮，然后那里没有人啊，很少人，应该芙蓉吗？芙蓉是，芙蓉是八月一号的时候也好多人，但是淡水的那个真的没有。对，礼拜四。ユミで何したの？そう、其实雨在呢。なんか朋友、我朋友不想玩水、所以我一个人去玩水。なんか水に浸かってさ、はよ何したんやろ？はよ玩なんか砂で遊んだっていう感じ。很尴尬、对。对，我一个人。可是有。开心，然后解释后，那个淡水站的附近有很多食物，所以我吃很强的，就真的这样的那个冰淇淋，很便宜，这样的很强的冰淇淋。香港多也多有，其实我想去香港。冰淇淋，对，好强的，很强的。冰淇淋。あとね、15分だ。哎呀，是你是香港人吗？我想去。昨日なんか福岡の市役所でガツンとみかん配ってたらしい。何ガツンと、なんか福岡ね、いろいろ配るよね。ヨーグルトとか、なんかレッドブルとかコーラとかアイスとか無料で配っとるっちゃ。チキンめちゃくちゃこれガツンとみかん知らん。アイス、あ、知っとる。あ、そう、ほんとアイスとか配るもん、あの天神のところで配るけん。现在香港不好去玩。是那个吗？我知道。香港玩生活应该会吓怕你。为什么？我现在是真的想很想找时间去台湾馆，不只是因为美玲自己也很想。哎，对，文静，我要去，就我夏天一定会去。夏天暑假的时候一定会去，因为妈妈回去日本后很无聊。对，就是那个啊，知っとる知っとる、怖いよね。まあ知っとる知っとる。台球没去天湾馆有更新托好多新的东西。今日配信長くない？何時まで？あと15分です。あと15分。还有15分钟。旁边的可教馆有柯南店。真的吗？有柯南店。他家都很喜欢柯南。
所以我有点想看柯南，但是柯南好多好多，所以不会看完。まだ晩ご飯食べてない。早く食べて。香港我可能还是可以去吧，只是那个地方不要去啊。原来在一样比二姐姐很快。そっか。好的。可能我还好。可能我还好。还好吗？ワインとチーズとポップコーンしかも。ダメだよ。もっと食べて。痩せこける。我永遠只有ワンピース。ワンピースね。ワンピースはね、映画は見るんだけど。我ワンピース是只是看。天影而已，就是动画不太看。去香港可以找小新跟小弟泰勒啊，我觉得可以。晩ご飯は焼きそばかなエミリーが食べ、好きやね。食べてください。没关系的，不想去梅林看完毕斯了。可是我想看，有点想看。あれが好き。大家知道这个动画吗？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中文是サイキクスオの災難。那个一个超能力者分からん。那个粉红色的头发的知道吗？很好看。对，サイキクスオ。对，那个动画真的很好看。あるある。有看过吗？大家有看过吗？那现在来看吧。香港惊喜录已经不会让你们来，真的吗？嘉阳晚上好。没有，你的听录个真正不晓得掉哟。没有呢，听过。没看过，我觉得很好看。对，那个我第一次看是天影的那个，对天影的，但是天影的我觉得很好看，所以我看动画的，动画也很好看，我还没看完，但是很好笑，真的很好笑。ミレイちゃん、俺の妹がこんなに可愛いわけがない。知ってるよ、でも見たことないです。ワンピースもエオラワンス、ちゃんち。我有看过日剧。我知道、我也有看过。很好看。ジャイアン好。ジャイアン晚安。俺妹めっちゃ面白いよ。どう?かった。じゃあ探してみます。オッケー。是怎么样的？我很喜欢，很好笑的。痛。因为这个人生そんなに？はい。不是美国漫画就不一样了。我看很多。啊，マーベル。现在呢？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美索吗？台湾有的一个很像代索，不是。ミニソ、メイソ、ミニソ。有很多卖东西。应该、在台湾有很多店。谢谢、追踪我、谢谢你。いや、名字、メイリン。ミニソ。在西面的一个ミニソ的迷你说是全部 Marvel 的
的 Marvel 的，哎，不是 Marvel 吗？我喜欢 Marvel 的东西好多，很好，很好。哎，可是彩虹花晚上好，成績優秀よし。単理万能な妹が実はオタクでお兄ちゃんに人生相談する。え、面白いの。へえ、ゴーゴーゴー。可是我第一部看的不是吗？我这个名字是来什么？这里有你啊。容姿端麗。わからん。そういいす。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美国动画忍者タートルズ。我不知道。没听过。あとオープニング曲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そうなんや。オープニング曲いいのはいいよね。还有十分钟。这么快。时间过得很快。就是想睡觉。台湾人に日本語教えてもらう日本人は本当にね、日本語がねダメ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やろう。なんか自分で日本語を作り出すけん気持ちで作り出すけんわからん。日本語を作る？そうやけん、なんかみんながよくわからん言葉とかをよく作って言うけん。え？それ何語みたいな。何語じゃない？なん、どういう意味みたいな。想睡觉的爱你一万年。晚上好。晚上好。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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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睡觉。刚刚看到迷你搜狗猫为了狗。啊，真的吗？え、有进去吗？进去天理吗？很，我觉得很好玩。感觉，正面，正真正面，未来语言，違う、まあそう。真的，真的，日本朋友都会说，你是哪里人？国小的时候也，你不是日，就大家都说你不是日本人。これは永遠のか、永遠にわからないね。何人なんだろうか。お腹いっぱい、つば。あと6分、好快、時間過得好快。早くレースに集中したいね。じゃあね、どうしようかな。我不会日语听。あ、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今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いところやもん。没有田哥，还是过那么快，所以今天没有田哥。我也不会日文。暑いな。好了。じゃあ、そうだな。めいちゃん戻るとか、みれちゃん戻る？無理。曲がないかな？没有的。好啦，只有一点点。美玲中文说的很好呢。诶，真的吗？谢谢。可是我没有很好。無理。ミレちゃんダンス得意やないの？ね。ダンスね。なんかあれができんな。我不会自己。フリースタイル、我不会フリースタイル。不会フリースタイル。前より厉害。
そうだな。あ、セーラー服を。え、为什么？マヨ、真的吗？我最近いつ看セーラー服を流さないで。この前も流したよね。タタタタタタ。脱がさないで。要像阿布一样会中文就弯气之吻。会中文就弯气。欸，可是呢，我也，我的日文一开始就奇怪。龙骑士晚上好。美丽两个都忘记。对对对对对，我会猜你说什么。是那个日文吗？我和我什么讲？啊，差不多。最終的に見れちゃ何も喋れんくなるやん。かも。かもしらん。那我讲什么？我讲什么国语？英文吗？英文，还是韩文？握手会行けなくなるやん。行けるよ。香肠，晚上好。还有三分钟，好快。那下次的直播是什么时候？八月。我真的忘记。等一下，下次的直播，8月6还是7？应该明天没有。对，完气，我完气完气。嗯，美丽，你笑的时候好甜好甜，快乐化我了，真的吗？嬉しい、開心。笑死、ワンチー、ワンチー。今レースめちゃくちゃクライマックスなんやけど、いや、ここもクライマックスやけん、無理よ。リパイオ、ツナマン。レクワンシー、全然再看。お、チリチリさん、ウェイソンも通った。新年スリ、ハウユー、4号、あ、そう、リパイリオ。好的。那、下次的直播是、リパイ拜二的9点开始 ，OK？ OK 吗？大家 OK 吗？ OK 吗？多分いけ、え、いけ、いけない？いけ、いけない？来てほしい、ミミさん。可以的话要来哦。我说会。9月27吗？是吗？谢谢谢谢野火每个真的可爱还怪，因为人是有公公啊，次火曜なの？なんで？没有意思，一定可以哦，收到了，お疲れ様でした。好的，啊，9月29，啊，对啊，对不起，9月29。嗯，为什么我真的忘记？9月29有我手绘。大家一定要找我一起聊天，一起聊天。要先看美玲表演了。はい、那我努力练习。私もしんけど。じゃあ来看表演吗？はい、我呢？はい、那这我不能晚起，对，不能晚起。那礼拜二前。谢谢大家，今天也跟我一起聊天，开心。大家开心吗？休憩男子，我解释，我解释了。じゃあさよなら。じゃあ楽しんで、レースに集中してください。晚安，頑張って、ありがとう。但是美丽要记得只要怎么有自己就好，不要贪心太多。
好的，好，好好，晚安，美丽晚安。僕のことは覚えね、もう覚えてる。开心，哎，什么开心？お疲れ様、僕中さんもお疲れ様。爱你们，晚安，好，晚谢谢大家，下礼拜二见，拜拜，おやすみ。